王爷好兴致呀。姐姐不要生气，奴婢。谁是你姐姐？大胆，你敢打我？导演，来，咔咔咔，怎么不按剧本走啊？是他先不按剧本演的。王妃打婢女不是很正常吗？都是你，凭什么还手？王爷在此，王妃怎会动手打婢女呢？那你觉得该怎么演？臣妾跟王爷一样，也好喜欢这个妹妹啊，不如封个侧妃留在王爷身边，可好？好，学着点，还不如个女配。饿死了，拍戏可真累，真不知道这原主咋想。刚才演的可真棒，多谢王爷。啊，谢谢余秋前辈。是不是喜欢你啊？喂，你是怎么想的来拍戏的？当然是为了当娱乐圈顶流啊。哟，18线小演员不能有伟大梦想了。就是啊，你说怎么样能快速成为顶流？找个有流量的男演员炒 CP。 炒 CP？ CP 是什么？你看啊，我有3000万粉丝，如果我们两个，你就会立刻拥有3000万流量的关注，这就叫炒 CP。啊，那我们结婚吧！啊，你叫啊！你叫破喉咙都不会有人来救你。